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林口捷运站 A9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花莲，我们要尝试看看带两只小狗，有一只已经在这里面了，带两只小狗坐捷运坐火车到花莲，看会不会很累，因为我们不太想要开车，开车都好累哦。我们福建是住自强号，但是因为我们买不到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分开两个位置坐。我坐在最前面的位置，我老公 Alan 坐在最后面的位置。帕路在这里面，我们这次是买商务舱的座位，所以位置还算是蛮大的。不过因为我坐在第一个位置，我的桌子超小的，就这么小。因为我要背着帕路，所以我的桌子根本就打不开。只好把背帕鲁的包包拿来当我的饮料架。帕鲁超乖的，都没有吵没有闹。帕鲁你好棒哦！开箱我们的空序房间，房间挺大的，两只小狗狗在这边跑非常的足够。这边一个很大的客厅区，有一些吃的东西，这个灯饰也非常的可爱，很有造型。这里应该坐个四五六七八个都可以。蓝色的垫子是他帮我们准备的，中间的那个灰色是我们自己带来的，怕他们一下子不知道去哪里上，所以还是把家里习惯用的都带来了。因为我们入住的时候就说有两只狗狗，所以他有帮我们准备狗的床垫，还有吃饭喝水的一个，另外一个也有准备，还蛮贴心的。床也是属于这种 king size 的大的。这边一个非常宽敞的厨房，它这边可以吊衣服，这里还有一个捕梦网，厕所也很大，浴室干湿分离的厕所，超级大的洗脸台。麋鹿，麋鹿也在探路，这么可爱。他们两个一直在闻，到底不知道想要睡哪一张，一直在闻哪一张床比较好。我们的房间一过来，这边就有一个阳台，这算是前阳台，可以打开出去，可以坐在这里，还蛮惬意的。但是小黑人实在太多，前面还有很多的游戏区可以玩。翻过来就是后阳台，后阳台这边呢就有这些小吃子啊。刚刚我出去走过了，其实最远就走到那，就不能再走了。其实以房间来讲的话，还算蛮大的，因为我们这次是来三天两夜。我们昨天报的专案是晚上八点了以后来，当天只要2500块钱，这样子的一间房间，一天只要2500块钱。但是小狗一只1200，他们两个2400。哈喽，你开心吗？麋鹿你开心吗？你呢？哦，你呢？这边有帮我们准备那个小狗的床，不过这个小狗的床应该是之前都有小狗尿尿，所以帕鲁昨天进来的时候一直闻一直闻一直闻，后来我们铺了尿布垫，他俩马上就尿尿了。我们的房型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大草坪，可以让小狗狗跑步。来，哎呀，你都不能跟狗狗做朋友是不是？花莲的小黑蚊真的很可怕，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小狗我也帮他们都先喷好了防蚊的，我都帮他们喷防虫咬的了。接待中心的跟我们说，晚上出来的时候要带灯出来。我们的床边有放个灯，他说这边会有蛇出没。天啊，蛇哎，好可怕，我好怕蛇。我们昨天住的就是这一栋，它是两层的，不过里面是四间房。这里蚊子多到需要有一台机器在这里写长效防蚊液，给它喷一下好了。接待中心就在那边，吃饭也在那里，这边可以直接闯过去。它这边早餐可以吃7点到12点，7点到12点可以直接吃到中餐，好贴心啊！我拿了沙拉，然后这面包看起来也超级好吃的。盐味面包，现做的蛋包。这里是中市区的炒青菜萝卜糕，这是花莲的公正包子，蚝油炒香菇意大利面，这就是中式炒面。它也有一整块的沙拉区，这个是我要拿给小朋友吃的水煮蛋沙拉，香瓜还有地瓜。等一下看他们的表现，表现好才有得吃。表现有好吗？咦，好乖呀、啊、坐在这里看到那边的景色，心旷神怡。刚刚拿的那些我就已经吃得好饱了，本来还想要吃稀饭的，看来稀饭要留到明天早上再吃了。然后我刚刚去拿了水果，刚看到有一个人他的柳橙超多的，所以我想说柳橙应该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拿了。
香瓜我刚好吃，很好吃。也有优格，这两支认证，香瓜很好吃。香瓜有没有很好吃？他们早上8点到9点有个瑜伽的课程，现在我要去上一下瑜伽的课程。今天天气好好，我每次出来玩天气都超差的。不好瑜伽垫了，果然是草原瑜伽。这个是草原瑜伽的战利品，被咬三个包。我看老师他们更惨，他们几乎有露出来的地方都被咬。我这个还算是小 case 的。我出来的时候也先喷了一下防蚊液，我是喷纽西兰买的，应该比较厉害，所以我还好，没有什么被咬。再来我就是全身包紧紧的。我刚刚做的植物敲染，做的我的手有点痛，因为他一直要用这一边的力量去做，一直去推那颗球。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？这不是吃的，不是吃的。哇，有人直接在这里喝起啤酒来了。芙蓉魔草，这是槟榔叶去做的。好可爱的，等到它开大概在10分钟之后，我关掉给它焖，等到它凉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再把这一锅的水倒到浴缸，或是倒到你的泡脚桶。好，一包，这个我做的药草包。你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药草包，你喜欢吗？这不是拿来吃的哦。米努，米努做小车车。米露，你知道到了吗？你知道到了是不是啊？你爸爸会疯掉了，帕鲁。沙子好玩吗？沙子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沙子好玩吗？他很开心哎，米露最乖了，在这里等着。他这边可以洗泥沙。帕鲁刚直接跳到沙子里面，太好笑了。来，哎呀，好乖呀、啊，米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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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半天。我们等一下5点半要去吃饭。因为我们今天有报一个赏萤火虫的行程，车子大概6点多就要来接。他晚餐有海尼根跟百威喝到饱，莫凡比的冰淇淋，也有哈根达斯的冰淇淋。早上也是有这一区的菜色。哦，这边感觉还蛮不错的耶。等一下先来拿这个炒青菜，这台菜做的都还蛮精致的。这牛肉看起来不错，而且我最喜欢美国牛了，上面写用美国牛，太棒了。荞麦面、牛奥良烤鸡翅、红酒炖牛肉、烟熏鲑鱼、水果，我要把握时间吃了。这边是生鱼片区的白虾、猪头皮、章鱼、生鱼片、炒时蔬，这是马告猪肉、红酒炖牛肉、烤牛肉，这一个看起来超好吃的樱花虾米糕饭。赏萤专车，我们现在坐上赏萤专车。今天的晚餐我们是自己家订的，一个人1080台币。他从5点半餐厅开，那因为我们要来看萤火虫，那赏萤专车是6点20来接，所以其实吃得很赶很赶很赶。现在坐30分钟的车要到大农大富去看萤火虫了，不知道待会看到萤火虫的状况是怎样。大家早安，我们刚去吃了早餐了，现在我们要来泡温泉。他这边有给小狗狗泡温泉的汤屋，但要事先预约。今天我只有预约一只而已，因为米鲁不能泡。它这温泉其实很近，我们房间在那个方向，走过来一下下就到了。哇，今天天气太棒了！哇，蓝天白云的花莲 Hot Spring，
这是我们的汤屋，那边可以出热水，然后这边是注温泉水，它是说两边一起会比较快一点。哦，水就从下面下来了，里面还是有别的狗的毛。今天早上9点，我们是第一个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清洗一下。它这边也有小狗的洗澡的，是小狗的。放过来喝。这放完就10点了。它这里面还有吹毛机，宝贝洗完直接可以吹毛，水啊，然后一些备品都有。你跟它玩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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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温泉池这边的小黑蚊也超猛的，所以来泡温泉也是要喷防蚊液。吹完毛了，只有吹完而已。其实它这个吹毛机还蛮快的，一下就干了。还是我们这只比较小只。Hello， 开心吗？好了，我们泡完澡了。基本上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赶。因为水放满了大概就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了，然后再下去泡一下，然后再帮小狗洗个澡，再吹个毛，其实时间有点赶。重点是里面的小黑蚊超级超级猛，我们这几天日防夜防都躲得很好，都没有什么被咬到，结果功亏一篑在汤屋。大概 Alan 应该被咬了20个包吧，我也被咬了大概4、5个以上，超可怕的。所以花莲的小黑蚊真的很可怕，还好我有戴面舒利达姆，我们要回去擦药了。帕鲁说拜拜，咪鲁说拜拜，好玩吗？咪鲁的表情没有很好玩的脸。我们现在在凤林站，接着我们就要回去台北了。你对花莲的感想是？小黑蚊很痒，而且功亏一篑在最后一天泡汤。好笑啦，我们刚刚就从林荣星光坐计程车到凤林。然后在枫林站上车以后，现在又回到玲珑星光，因为那时候急着抢票，所以也顾不得哪边有车可以发。其实秋秋在玲珑星光是有免费接送的。现在的状况就是帕鲁不给我抱，只要给他爸爸抱，所以小只大只都在这里。